你卖百二块，才会，你卖了百二来，才会四来，三百才会五，才会三百，一百两三两才会三百六。来，你要给我上来，六只还是三百啦？你啦，这只三百，你是来乞巧啊？好啊，差不多，几块三百？哎，拜拜。哎，台湾那些臭香。你叫你这是卖快哦？哎，你不要叫我，你三百块。来，这就。来，来，上来，几块来？来，我叫来。下来，三百。现在，你是人？来算。来，给你。三百。好。好。够不？够不？这两份哦，两份，老板说，三百块，来，两份，哎，你先偷钱啊，你是不习惯收钱的，过来回来，还差一份，这几回来，等到你出社会，你就很习惯收钱了，老板那个需要加薪这样子。我下来，过来哦。他帮你洗完。哎，谢谢你。没了，没了。更新早。我再洗下。来，下来。下来，下来。下来，进来。三百两，三百，三百两来。来，来，我来几两，三百。这几箱，这几箱，三百两，这几箱，三百，这几三百箱，送你啊，来来来，送你来，我来。这几箱，七块三百来，也是无我的货了，货零个，货零个出来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现在呀，哎，完了。哎，完了。完了，好，这是我的狮子头。这是狮子头，这回已经救完了，哎。你无无包吧，小姐？他没有包肉，哎，他没有包肉了，他没有包东西，他整完都是肉，哎。你包两下，我说这肉没拆好了，肉没拆，等运回来先，你包200块。我真系想我都解释，我不要问啊。不用问，哈哈哈哈哈。你敢问？敢问？敢问？包包包，两个包。我包，阿你阿奶阿婆对象。你是无包吧？来来来，老蒋，你包你来。老好啊，老好。老好你哦，你是六百了，不是八十。老好，包来喂，好食正，好食。是啊，你莫走，等我包你一盒空的。你莫走，我等包你一盒空，你快点。对，对，三百六了，真系。200啊！一年啊，老蒋你包来，爱贵年，真爱贵年，真系莫包。200了啦。你两个啊，真系你包，多谢。阿婆，不要急啊！200来，张姨姐，张过来，你包。阿婆，不要急啊！你包，真系。哎，通通也丢了，还真打交，这台500，这500你准备来，你包。来，你包。包人包。再来，人包。过来，不？不过，我那年比他们来猛一点。这把鱼大了呀，阿伯。哎，这把多大了呀？这把鱼起码还没起耶，起龙筋，龙筋钓鱼啊，起龙筋钓鱼啊。我这把菜我煮梅龙菜，煮汤龙菜。来两包好呢，两包来，两包呢，两包，两包来哦，两包来哦。两包来就章鱼就太可了嘞，太可了。两包，两包来，两包来哦，200块，两包来，两包来，多少来？五块啊。你饿哦，这无够饿啊，这你系晒对吧？大家人讲，啊，够钱的，够钱的。伊算伊，算伊两千啊。啊，算伊，这两千刚好也无去啊。真是，来，要不聊，要不聊，算伊。有啊，伊讲够算伊啊。往后面，往后面聊，看600块钱。
谢一两千呢。走到我哩，心心念念贵个，心肝拢是你，贵心拢是你想你啦，啊无你安尼困袂，一点仔事业做了无，你怎知？你无来安尼，我哩贵人有要困去？暑假，靠遐伊哩放伊放放暑假，出国啊？啊，是嘛？我都困袂，因为你讲得好啦，暑假出国啊？两千块个。对啊，老朋友来了。啊，今天啦，帅哥来无？五百声，帅哥包俩，帅哥包声，帅哥包，帅哥包声，三叠，五百四叠，五百声，五包，帅哥包来，四片五百，五包来无啦？帅哥包，快快，来。大伯 ，OK， 先六件啊，弄你五百了 ，OK 啦。两个不包。没有杂配啊，这个不是吧？哎，我一百呀，八年了，贵菜市啊，贵大哦，都拿两来我就玩了吧。你一个，还佫分客户啦，你来了几台我就玩了吧。今麦几下都来，哎，还无去又来了。哈哈哈！哈，到底来几台？这样，好哎，八不要卖，不要卖，我就几箱啊，现在。你能干嘛？你能？快哦！干嘛？你去看一下，你看贵了。几还有啊？那边还有。第五季一样的。对呀。你也让我领五千了。对呀，你就领两千。好啊。好。我代志啊，再处理好，再处理，再处理好了，再后来处理啊。哦。哎，我讲，现在没有人，你先回来。有两杯玉米鸡哦。我帮你讲，我帮你讲。三百三百，就两个给我了，接下来三百六来，接我了。好，你来讲一下，我啊。贵这个，都是贵，你只要问问这问题，你只要问问这问题，啊，不你要回答一下，最贵，贵都是贵啊。太来了，太了！我讲阿志，我不想骗人，我不想骗你啊！我不是讲买卫生，我来讲阿志，最贵对来对来，你娘的想才对来啦！真好想来，我才对来，嘿啦！十二个好像没去啊，十二个会变。你现在去改变啦，这是白手尔啦，我来要处理阮老大的事啦。我看台子吃了不多，你来啊！你台啊，来。啊，大大头你来，大。哎，这个开始要来。没在啦，无，看到你啊，因为
1600，后面呢？你现在是最后一斤，1500就好了，你要1500就好。冷价拆开，一分半钟。你切一分半钟，快走啊！今天啊，就你开始烤鱼啦，开始算啊。对啊。哦。烤鱼啦，二十秒，安尼一只，三十，一只三十秒。刚刚才一手烤了啦。安尼啊咯，行哦，哈哈哈，三百斤来，几包包诶，三百两来，加油诶。三百，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你讲，你给我讲。这样，你没投出来啊？投出一百两千呀？你哪会？你没投出四啊？你没投多，我没四百不会。哎，出来没有？你把了，出来一下，再你把了。一下你把这全部你就好了。你来不？两千块了，两千块了，两千块。哦，要死呀，两千块了。老弟，我叫你过去，先我讲。哈哈哈。土托。没了。没了。没了。他再黑了。那我就不接，你看他有。我们公司直接把我三千块，直接给你拿出来就行了。我三千块就行了。来，几公啊？两块五够赚就掉了。你叫现在太高了，他不是你了哟。
只一只，唔讲啦。外口你卖只只只有三十几块了。十四面就吃的，我跟你你后日欣赏我咧睇伊啊，看感觉好。第几把？第几把？来了。你还抽两把不啦？抽啥？五包的，五包，我两包好了，你给你备了。什么呀？我的头。用完了咯。你是二姐吗 ？OK， 二姐讲拜六的四只香鱼够老。哦，有帮你留。二姐有帮你留。你的香鱼在这里。这样哎，二姐。会吧。明天拿到第五市场 ，OK， 好。OK。贵五百来啊！看，我贵五百了来。快哦！那今天下班好你啦，那今天下班好你啦，我班好了啦。好帅的。阿哥。
哎，伊等下家去啊，等下去啊，自己了，自己了。无杀鱼啊？做鱼啊？饲一个八两块。啊。饲一个八两块无？六百块。好，安尼一碟一碟好。四条六百。看卖未啦？无迄个无中个，无中个免钱，啊，无中无较免钱啊，下中就无较免钱，对，来过来，下中无较太食，拢后生较好食。咱同齐食，我一个饭啦，是我个啦，听有啦，我做饭，做是我个，再讲你那工资高。爷爷呀，这鱼你敢买过无啊？我有收拾钱出来。你鱼哪哪卖？你还要？你要说你五十条啦？我来买两百。我来买两百。两百，现在。哎呀，这出来这，这只赚两百尔啦，我两百好尔。还无？还白抢嘞？准备一百，五百好来吃。有点未？对嘛？对嘛？嗯。这头几只？好啊，好啊。头几只？五百了。四百了。三百了。八点二了，多了。多呀。多呀。嗯。八点五是就多了。啊。五百好了，给交你，我给交你。太浪费了。哎，我做差不多。好了。啊，头几届啦，好久不见。头几届来给你买。来交你，来交你，来交你。二姐，好久不见。我讲。看到老弟，五百年啦，开始啊，五百，还八百了，老弟，你讲八百，八百啦，八百，收起来。好，再来个你弟，你从来没有，啊，从来就点多变一块，弄下去，一百年啦，你是真牛啦，你是三年鱼，突然啦，哎，你家先把这用真牛，真真鱼牛来，规只拢无拢无过期，规只两百年，五百。哎不，八好像八六，今天要买八六，你八好哎哦，拜托哎，这两百年不顾了哦，这个心中意啊，八几哟，八好来不啦？啊？我站。这两条，这条了，这尾你上尾了，这两条现在八条了，八条鱼，这鱼了是十几米鱼啊。这个，
你都已经失败了。好了，把门锁埋了，各位各位。来啊，失败了，失败。一百五七百啊，不管是不是七百多，到底清了。乖哦。付你给我。好。250啊。哎，多少吧？七百。反正你赚得多了，你做客人不用交，不要紧啊，真快呀，来吧。上班呀，你不快呀？你不快？你先快看呀。你先不普通人做干部。他有鲑鱼吗？有，还不错。鲑鱼500哈。哪个鲑鱼啊？我搞鲑鱼，搞个鲑鱼。没啦。还有两百。我订了呀，大哥。250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等我干活，干咩啊？不是。你几块哦？你这是百好来卖，起了，起了。不啊不啊不啊！喂喂，来，录录录录录录录。好啊啦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没有。对。啊。没有，我多少？也要不少。哎呀，容易啊。好，谢谢。干杯！兄弟，干杯！明天进入市场，今天是管理员，管理员听见吗？喂喂喂！要接下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下来。接你个位，啊，你位置啊？没有啊。你位置啊？你到三楼啊？你二楼。你到哪了？我会接啊，两个会接个不会接的，对啦，会接个不会的，大伯，谢谢，感谢好嘞，谢谢啦，走啊，你先，好啊，走啊，好啊，倒数计时，哦，今天就到这边，这就回来啊，啊，你想没过呀？想没过？啊，你看我倒数计时，怎么做稳啊？是吧？拜拜哈，先去不找你搞物件，拜拜。房东等你来哦，拜拜。我等他来，你过来。啊，你还是过来啊，对吧？你滚，不然讲，我等下讲你出国，你不信？你是我，啊，你讲我有可能？你敢信？我你大把。我出国什么模样啊？出国利用什么？利用什么模样？你无。